各位同学呢，我们刚刚呢，透过呢那个场景的转换，把它呢做成我们要的 VOV 档哦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好、哦，我们就从来作品的地方，好、哦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01.VOV 啊？哈、哦，这个嘛是我们刚刚的作品产生的档案哈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习惯呢都用 VLC 这个播放器来播放哈、哦。哎，刚刚哎，哦。那这个第一个呢，我们配的背景音乐是不是进来的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刚刚是用呢，高画质的解析度啊、哦，所以呢，照片原来照片呢几乎呢，啊、哦、那个画质呢几乎没有被呢减少掉哈、哦，没有模糊掉。好、哦，原来照片怎么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。好、哦，啊、哦，那转场的特效，因为我们刚刚用了随机的方式，所以它也都有出来的，啊、哦，也都有产生的，啊、哦。我们大概用了9到10张的照片哈、哦，成功的转出了 VOV 档哦。